彰化有一间合法处理废弃物的公司，涉嫌和不法的下游厂商合作，将事业废弃物假借再利用的名义，在各县市寻找非法掩埋地点弃置，不法所得超过了1亿6千万。彰化地检署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起诉负责人等13人。彰化这一间处理废弃物的公司，虽然领有合法的许可，却涉嫌和不法业者串勾串，将乌日区挖出的9400多公吨的事业废弃物，包装成可供再利用的废塑胶，再到各地寻找非法掩埋地点弃置。整体事件起因是前年国道3号的一场车祸，有2辆运车翻覆，导致大量废弃物散落出来。检警侦办之后，追出环保犯罪集团的全貌，原来有3家有共犯关系的公司负责人相互勾结，没有处理许可，也不具有再利用的能力。为了省下上亿元的废弃物处理费用，受托从事清理事业废弃物，全案侦查终结，提起公诉，并且申请没收不法所得1亿6400万。